绝地逢生，我打炸，砰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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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切！安倍熊熊，我没有熊熊。你说你已经过了，是不是？奥丁瑞，奥丁，为什么？两个人的位置差不多啊。而且我比较喜欢转这把这个升华剑呐。我看到三尾啊，18390有个好处，27关可以撑。哦，这是好处。三尾了，三尾。奇怪，那这种关卡转都是特别自在呢，哦。对啊，小关卡都转得特别顺啊，大关卡是特别不顺。就是暗珠都超多了，都不会缺暗珠。5颗算少了。对啊，今天马5次了，啊马4次了，因为有一次我讲说我自己有稍微试玩了一下，就是因为试一下玩我就不用讲解什么的，基本上我玩起来会比较随性一点，不能太认真，认真就输了，对，人家说了认真就输了，我基本上是玩游戏通常以前可能会比较认真吧，现在都玩的比较随性。哦，我说过，只要能通关都是好队伍。哦，可能有人觉得洛基要用那个另外一种形态的，可是对我想要用这个形态。刚右边按叠珠失误哦，但天降把它弄掉了。独行之塔没错，两位的转性大圣应该没问题啊。对，后面怎么解？对啊，反正我们就前面先过了。他那点我前面都过不过去，我需要两组按哦，谢谢。好好，停 ，You can stop。血是比较多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撑，可不可以撑你？哎，你直接走了，那你就走吧，走了就不要回来了。那、啊、对，走了就不要回来。看好双重叠珠哦，示范一下哦，看好哦，我眼睛很快，马上看是双重叠珠，左边的哦，右边再做一个，左边。一叠啊，第二叠被破坏掉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还是有了，还是有叠到了。眼睛够力了，应该追得上我刚刚讲的那个叠珠到底是什么画面。如果追不上就算了，不重要。有些时候我会示范一下叠珠啊，因为你看久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叠了。过来，你看这个转都不会失误，最后那一转那都甩了进来。那大关卡都一直失误，一开始也用这一队到阿提密斯就撤了。阿提密斯哦，哪一关？阿提密斯哪一关？很后面呢。阿提密斯是哪一关？你可以告诉我哪一关吗？我就不用再找了哈。水火木光暗哦，白脚暗木暗暗木。光，我出我是讲失误嘞，光法之心真的是放在旁边看，真的超方便的，还是要看一下。一样，我先 K 右边这一只哦。好了，不小心两只都 K 走就算了，就两只一起 K 吧。25是不是？我知道是暗器啊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关啊。25，
还 OK 啦，18203，你看我的血量够啊，还 OK 啦哦。那一关看起来问题没有很大，又是他，我真的遇不到木的哦。做一个双重叠珠，三重叠珠，一重、两重、三重，看到无？对，三零波来的啦。好、哦，三重叠珠没看过哦。啊，有啊，有看过。啊，唔得卡杂讲。斜转哦，撸过来跟撸过来哈、哦。左边那个暗叠珠有没有看到？那个，那就是十五。所以你想帮我转是正常的，我都搞不清楚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奇怪，这种关卡怎么都这样嘞？到设计珠子会歪掉的意思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设计珠子会歪掉？来给我一个双重电击好吧，我比较想要双重电击。来读一下心嘛，看读不读得到。哎，真的是读不到，你坏掉了。入管哦，叠了一个火珠哦，嘿，那火珠是不需要做叠珠，增加天降次数，这天降次数越多，就增加抗魔机，增加抗魔机力就增加他狙击的机，哎，希望台词每一次讲都不太一样，但大同小异的，好不好？右下角那就是十五，看到没有？右下角那就是15，为什么这种关卡都会歪掉？我开始怀疑起来了，我开始怀疑我的手是不是没有施巡逆灵哦？对，大概是这样一个味道哦。你是没吃巡逆灵的？我暗珠你自己消是要创啊？你消我的暗珠是怎样？上去。又来，你他那这种关卡你就是一直会失误就对了。我生气，我生气了。上去啦！真的很受气，真的是很受气。没有死也没关系哦，还有一次机会啦。安诺啦，来，过来，你过来嘛。你过来嘛！真正足受气的呢。过来！噗！右下角啊，你看看，看这想把它剁掉哎、欸！我是说把它剁掉了，我干嘛先把它切掉？林老师哎、欸，四颗。你给我四颗，你是瞧不起我还是？瞧不起我还是怎样？可以讲清楚吗？你给我只有四颗啊，四加三哟，你不知道我前面应该叫做射令强化吗？还是刺？不管了，我管你是他妈射还是刺。一波哈。有个失误一改看卖啊！我感觉一个失误一改看卖。所以到底是射还是刺啊？吃掉，谢谢。吃令啊！吃我的一令啊！生气。为什么我都遇到两秒转珠啊？叠木珠哈，对，我目的只是把杂珠消掉而已，因为看起来没什么攻击珠。叠了一个那个火珠哈，也是一样，把杂珠消掉。我说你那的杂珠会不会太多了？我就一直消杂珠就好啦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哈？是不是啊？去死你啊！那就消杂珠就好了。
两个案，两案林老师，两案原生提不住啊，我真的提不住啊。我真的提不住啊，哇，那个火气真是提不住啊。哎呀，哦，我刚才又转了五粒的，是在胖啥？过来呀、啊，嘿嘿，哦，你终于有一次正常了。现在玩什么鬼？已经不管什么鬼了没有？哎、欸，骷髅头呢？骷髅头呢？哎、欸，这是那0.5秒，0.02秒，大概的0.02秒，有让我转过去，看一下，是有一击奥丁出来啊，一击奥丁配上洛基就不是一击了，嘿，等一下，哦，刀下留人，我故意留他一条命的。因为我要杀他易如反掌。嗯，他直接给入过去了。因为十四关全满冰冻，我想给他处理一下，可来不及等那个天使出来了。欸、我就直接一击奥丁给开了。哎、欸，等下我想一下。哎、欸，舒服呢，开了就好，舒服舒服。我觉得有点危险了、啊，再开一个一击奥丁。哦，谁说奥？谁刚是哪个观众？他说叫我换奥丁的谁？丢出来，叫出来，干得好啊，好好用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这个人讲话超中肯的，真的。不是你用了好用，当然要说好，不要在那里干死鸭子嘴硬嘛。对，真的是好用、啊。哎、欸，好用，你不要失误啊。还有五 combo， 好像有天降。刚是谁啊？我真的忘记你的名字、欸，因为太多人在建议了。来关龟啦！嚯、哦，一记奥丁好好用哦，好用到靠北边走啊！啊，我看一下、哦，东西南北啊，往这边走，哎、欸，往这边走，哎、欸，这边哦，用过了多说好啊，知道吗？是谁啊？到底是谁、啊？王大姚是不是？你们是王大姚吗？王大姚好像不是你耶。实力退步，我记得他是英文的、啊，应该说你们都有讲，你们都有讲啊。对，只是我印象比较深是谁这样而已。不过都一样，哎，都一样，真的谢谢你们的建议，这个是用过之后说好、啊，砰砰叫啊！哎哎哎，大，我靠，悲啊，今天砰砰叫啊！没完神魔，没完神魔你会气死是不是？哎、哦，嘿，看到这个啊、哦，甩出了哈、哦！你妈妈的嘞！你给我珠子全部转掉！啊靠！哎，上来！哎，按住，按住啊！给你面子好不好？阿林老师，
再来一个漂亮，再见。再来给我一个牛魔王好不好？咱们打个商量。沙赞四颗雷队可过无限吗？当然是不行啊。不是我瞧不起那一队，科雷队你应该没有看我实况讲解过那一队，那一队的威力平砍，因为每次开出来大概都是平砍，平砍是还不错，可是一波爆发威力太弱了。一波爆发威力太弱，很可怕，吓死我的观众啊！啊，哇哦，直升场轮转水，低血高连击，300多万，你只有300多万而已，灌到你外掉。注意看哦，这一波就很重要了，要怎么开机这很重要。啊，要怎么开机很重要嘞，嘿。你最好他妈光珠再给我少一点啊。再少一点啊，很夸张欸，都不给我光欸，都设计好了。22颗啦，安怎安怎怎怎怎，22颗啦，安怎？22颗啦齁，记得要全部消掉哦，嘿，千万不要搞笑哦，不要再做节目效果了，不要再做节目效果了哦，应该有吧？22颗缺一颗，21颗，好 ，OK。再见。果然啊，不要讲申公豹哦。珠子记一下，珠子记一下。我记一下珠子，我要记水火木暗，这样讲比较快。这是暗珠，所以我要消。火星木光，哦，火星木光哈，火星木光哈，哦，这个叠珠漂亮，火星木光哈，灌过去呀，还没死哦，火星木光哈。火星木光哈，那个星跟火好像有点远，火星木光，哦，火星木光哈，当无鼠盾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按珠啊，不然我怕我没血没有补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看啊。累积消除什么来？这个是累积消除水，要15颗，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哦，15颗，你知道逼死谁啊？磕了哈，干，我觉得有点危险这一关。
客家三颗八颗、哦、你给我拿个新猪，我被水猪啦，八，哦干，我这被玩死哎、欸，八颗，靠北啊，我那不是八哥啊，你有八颗。九十十一哦，十二十三十四，你还真会配啊！不会断水珠吧？不会吧？有种你再断一次，有种你再断一次，哇，一边一万六嘛，一万六，两，一万六加两，我们现在四万两千多位的观众在看哦，啊，你有种他呢，你有种，你有种，一颗水珠都不要给我，我他呢，其他死因一定给他 replay。洗到爽，来哦！六 combo 哦，漂亮！你不会活下来吧？你应该不会活下来！干你，你这个水珠给的真好啊！我靠，你奶奶的，你真是给的真好啊！干，谁要我的命啊你啊！龙科哟，后面不需要了，我已经躺在那，我就没送了，干，我干，我觉得这不知道怎么样去捡他的 replay 了，我真的搞不懂了。哎呀，对啊，他天降水珠啊，问题天降水是可以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它消掉嘞？你这设计的真是好，加薪啊，真是加薪。光开错回合的感觉，光开错回合，因为追合一定是十五颗。很好笑哎、欸，暗心转暗墙，木转心墙，结果没有木。好笑。好吧，也只能这么干了哈。五颗啊，五颗，我们把它灌过去。对，就是五颗。一剂药丁应该不用，因为下一关我还有一点点血量。四颗，哦，还有三颗 ，OK 了 ，OK 了 ，get 到桥本道了 ，get 到桥本道了，妈，龙科什么什么什么都关下去了，再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在随机指定哦，一二三 ，OK 了，一二三四
要再搞我啦。一二一二三不晓得，我想要除一下技能，这么早死了，老师哎、欸。下一关强化盾那一只比较好打，给我一只强化盾好不好？咱们打个商量。我做强化服饰，那、啊、你给我个强化盾好不好？这样好吧 ？OK 啊，说好了、哦、啊，说好了、说好了、啊，哎、欸，哦哦，有两次哦，哦，拍谁？靠背哦，看人看人是分开的。应该会留一只吧？哎、欸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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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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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累我好累我好累。哦，妈呀，吓死了！啊，我呀，开两次一定以上，我怕不够嘛。啊 ，LAI 啦，刚是他啦，我在跟他对话啦。为什么我的 YouTube 掉住了？天使多开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又吵架了？是怎么了？我不懂在转什么鬼。我是平民转租啊。对啊，你不可能跟我比抗波数少的吧？如果你抗波数比我少还可以通关的话，我倒是蛮想看看的、欸。我还倒是蛮想看看的、欸。真的真的，如果你抗波数比我低还可以通关，我倒是蛮想看看的。我可以用低 combo 来通关的、啊，我的玩法是这样啊。对啊，当然我转得过了，你们就转得过了，主要是这样来的。妈呀，这次强化腐蚀，这次我撑一下，我撑一下，除一下技能好了。对啊，如果真的看不懂我在转什么，那就对了。如果你看得懂的话，我就比较平民百姓，你知道吗？尾王会灌不过，尾王一拜一拜啊，一拜一拜。四回合，我看一下。不要再吵架了哦，再吵架那个讲话的言论比较攻击性的，我会把它ban掉、哦。静消息，闪烁作响。下一关，先补一点血好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食物？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如果我能够正常转租，我就不叫平民百姓，平民百姓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我转租这么神，我就叫啊神百姓，好像不太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、欸、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如果第一次来看台，基本上不晓得是正常啊，对啊，但是我对啊，我真的转租就是3-5 combo， 3-5、哦、不要怀疑，对，哎、欸，看到都想帮我转，
它代表你有六 combo 的水准。刚刚有很多一哦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很多一就是这样来的。不要遇到拼图盾哦。对，我是也不希望遇到拼图盾啊。哎呀，直接 KO 掉他好不好？哎呀，多转一组按，我菜狼按出，多给我点按，多给我点按。左边那个按是故意不消的哦，因为我希望还是做五连珠。哎，两次哦，好，那你就走吧。岸北虽然是故意没转换的、啊，岸北是故意没转换的，没有龙科，我必须讲有点危险，真的有点危险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么危险吧。对，画面看不到的危险，没有龙科大概有这么危险。那我没办法哦，逼不得已的，等下就只能靠你们了哦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风暴三剑影这个好，这我喜欢，我超喜欢这个的。最爱看白金就是清明，所以我才喜欢跟你们玩。哎，你别撞安珠哟！啊，你卡怎么着呗？啊？啊，你7000被搞到撸咖死就对啊！算你凶！我靠！哎呦喂，断案珠漂亮，真是厉害，真是厉害。OK， 砰。突然间回血量怎么掉下去？17342，400多万哎、欸，我要两波哎、欸，等于是要三波哎、欸，400多万。17000，还进销新哦。我觉得我的珠子补血补不回来。加上我转珠，这时候一定会失误。对，我这时候一定会失误。正常的逻辑，我一定会失误啊！我思考一下。
这一关不能大爆发。我思考一下哈，我知道超好转的啦，看起来我也觉得蛮好转的。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就是看起来蛮好转的。可是我不晓得哎，我就是我觉得会失误。我要这颗起手啦，然后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啦，这样就一 combo、两 combo、三 combo， 起手一转就三 combo 了，但是都没有攻击住我。哎，可以哦，来来来来，暗光两倍，右边做了八颗哦，随便要有一个 combo 吧，我来灌过去啊。四颗，四颗，有我把握转了，刚转了几盘，我上厕所。大家讨论怎么样？要开哪一季了吗？四颗鸭血很拼啊，太拼了，太拼了！728万的四颗鸭血决赛，讲又在吵架，我刚不是才讲吗？我看一下，开心能补。没有，我没开心啊，只是没注意到嘛。那个谁，祥和心灵，不要就不要太那个言论，不要太攻击啊。对啊，你懂吗？我看一下，鸭血加三针就能过，不要吵了、哦，鸭血加三针就能过，鸭血加三针就能过。来，感觉都不准，我来算给各位看，我来看看看可不可以。又来啦，攻击的计算机要出现啦。哦，别的我不会啦，分析我最会了。啊，如果比我还会分析的，就可以请大家加入一起讨论，好不好？2407。191418461862
19952407哦，2407来了，看一下哦，四颗。哦，我基本上我是这种东西，我感觉就是要冲出去了哈、哦，然后算一下比较准，可以转几个 combo 我看一下，一 combo 两 combo， 一 combo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六 combo 没问题，六 combo 没问题。25 倍率算给各位看啊，看不懂可以用计算机啊。3.5×3.5×4×沙弹2倍按3，哎，看一下，靠北有没有技能提示？林老师哎、欸，哦，我后悔啊，我哦，我没有技能提示就给他按下去，靠北啊，啊，压血3倍。哎、欸，剑，哎、欸，到底那个是不是2×3啊？按2倍再追打3倍，是不是？你不晓得这关沙弹能消心，手机键盘一直自动送出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晓得沙弹能消心，是上一关不能消心吧？这一关可以消心啊。对啊，我是想开传承啊，我开传承我就不用开沙弹了啊。那开沙弹，又开穿人就浪费啦，无所谓啦，是不是2×3啊？哦，对了，大家说对，882，好，882，882，好，882，哦，那其他的倍率是怎么样？我这是算追打的哦，不算追打是3.5×3.5×2×3，73.5哈，73.5。算一次就知道了，这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然后这一支的话，我看就把它存下来好了，沙弹是常常用的。乘四，哎，没有三呐、啊，没有三呐、啊，一啊。三倍是自身追打吧？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记错？刚有点忘记了，直接切过去看比较快。按属性攻击2倍，自身攻击额外提升3倍。好，谢谢。这是谁啊 ？Heaven 亮是不是？谢谢你。哦，所以其他的话，3.5×3.5×2×3，哦，是73.5，刚没算错，所以73.5。然后头的话，3.5×3.5×4×2×3。×4×2×3，少一个3嘛，294倍。我先看一下，294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953万六 combo， 来，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就是这个答案的，就这个答案的。什么东西够了没？又来了，是谁啊？到底是谁？我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啊，没东西啊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哦。全对3倍，灌不过去我抽一张，我算的900多万，灌不过去我抽一张。我是说六康宝，如果低于六康宝是我的问题。对啊，三颗可不可以啊？靠北啊，我看起来只能转三颗耶。三颗可不可以啊？三颗可不可以啊？762万，三颗，762万，三颗，三颗哦。如果转四颗当做是多的，哦，六 combo， 如果没六 combo 就不算了哦。六 combo 转到暗珠，一波带走，一波带走。1 2 3 4 5 6 7，
哎啊啊，这么多，那你脸歪掉啦、啊。精辟的计算，基本上一伤一到一个不行的，不好意思。我刚想开传承啊，因为沙旦吸力比较长、啊。哦，看老师多了几级啊。完全没辙。他给我这一次，我完全没办法还手哎、欸。没办法还手哎、欸。这一关爆发，下一关还要再爆一次、欸、下一关是稍微可以磨啦，可是遇到恢复力变零，我就 GG 啦。我是要我要先做叠珠啊！刚刚天降哦，对啊，我对你是做客气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不要给我天降啊！你老实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哎，你妈妈的嘞！等一下，我这转珠算不算？我为什么没电了、啊？我想直接把这条线剪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刚那个叠珠应该有算数吧？靠北啊！又来了，又七加十一，又没电了。可是他怎么都没有出现警示讯息啊？你他那你要叮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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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无电，特别无电啊！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对不对？刚刚应该要转过去啦，我、哦、应该干是怎样？开不了机呢？哎，为什么他都不会提醒我啊？他直接给我断掉哎、欸！干这一段又是七加十一了。看全实况组只有那个没电的，只有我了。我、哦、刚这段有列入死因当中了哈。没办法滤出，我刚已经滤出来啦。喜欢你讲，我刚是不是滤出来了？对啊，他什么都没提醒我、啊，你好歹提醒我一下嘛。Hello， 快没电喽，小心啊，你要GG了，你总该提醒人家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啊？像高师傅也不是这样搞的嘛。不是啊，我那个线啊，我那个线已经都开花了，有时候接触不了嘛。哎，我在实况的时候会拉拉扯扯的这样。好不好？那我们讲好，我们先讲好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一会儿你要算给我，就是我那个珠子是算要算转进去的哦，哎，要算转进去的哦，了解哦，不能算减 CD 的哦，哎，不能减 ECD 的哦，啊这样就没意思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咱们都已经干三个多年头了，我都已经玩什么子啊？玩三年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回合就杀秘书嘛。对，软体更新，你更什么新啊？你更什么新啊？啊，亲你啊，更什么新啊？再给我偷偷更新，你试试看，更什么新？来来来，可用的是不是？来，我马上把你关掉。你不知道我现在什么姿态吗？
但我先给继续。应该是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会有很多按住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我刚最后播了很多按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多按？大家都有看到，大家都有看到，很多按哦，很多按哦。哎，看到没？哎，拜拜，哎，我没戳这石头，我先讲。你听到我讲 A 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对，不要再搞我了。手机电池坏了，哎，靠北啊，怎样啊？喂，直接给我当掉呢，小心会爆炸、啊。基本上，其实我已经做安规了，这东西应该是不会爆炸才对，除非他没有通过安规测试，不然不太可能。那个新闻讲的那个，我讲真的啦，以我专业的判断啦，除非他的电池没有经过安规，没有经过安规，不然要爆炸很难。因为安规在实验室在做测试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什么过充过放，然后什么重摔什么有的没有的都来了。现在软体更新是不是？我不要可以吗？我不要提醒我可以吗？不要提醒我可以吗？我要更新，我自己会更新，不要给我自动更新，不要给我自动更新，不要给我自动更新。我的自己给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画面没有？有没有舒服？整个就是舒服啊！这三年的神魔之塔没白玩呢、啊。Terry， 谢谢啊。啊，他已经睡着了。这不是重点吗？来来来来，刚刚计算机还在。我这个手短几 combo？ 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。一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 combo， 手短七 combo。一组按，两组按，一组按，两组按，三，一组，两组，三组按七 combo。三组按七钢火来，精屁的计算又出现哈、哦，三组按，放屁的屁啊，三放屁的屁啊，三点五乘三点五乘四，好像就没了，对，中间都没倍率嘛，哦，对吧？三点五乘三点五乘四，四十九倍，头尾四十九倍。我这都没有算本身的攻击力哦，我都没有算本身的攻击力哦，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等一下再来算本身的攻击力。十二点二五哈，十二点二五，我之后来试试看看有没有速算法，应该有啦，再算一下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，靠北两百四十万没戏耶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三点五乘三点五乘四，四十九倍，没错哎，不会死哎，九西我知道九西啊，不是啊，我算我当然是七西啊，我又不是你们，不然拿我跟你们比啊，再多一西给他，好了，给你九西啦，啊老师哎，没亏啦，两百多万差多多少啊？为什么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两百九十万而已？是算错吗？两百九十万，不会过了，不会过，要开了。我来算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。三百五十万玫瑰，一定要开机。可怜，一定要开机啊！伤害计算 Excel 是自己做的吗？对啊，是我自己做的。可以啊，你去那个 G 八藏经阁这边就有了，上面。这边 G 八藏经阁，哦，看到。
然后里面有，其实我不是只有做一个计算机，有技能回合计算机、大致简单攻计算机、攻击力计算机，最后最新出了越战越强计算机都有，哎，一系列的计算机保证你过关过得爽爽爽啊！所以基本上我只要能过关，你们能过关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对，但是方法要跟我一样，哎，甚至比我更好，哎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哦。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打不过嘛，哈、哦，那就是势必要开一下撒旦哈。哦没法度啊，温死的，还要给他关过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啊，我没关过去，我就要 GG 了。然后下一关不要给我水吸啦，好不好？然后来个光吸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咱们说好来个光吸啦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哎，因为你不给我光吸啦，我应该就死掉了，应该了。来了。看你们看到那个那个，你们看到那个那个，我就说我就七康宝嘛，也不相信，多一康，来灌过去啊！看最后一次194万，你们看到194万，两次300多万，不会过，不会过，没腐烂，我刚几康宝了，干你这给我这一次，好狠的心啊你！全盘转换没攻击力哦，不要痴心妄想哦。我看一下，我只有两只能搭而已。四倍攻吧，来。靠北啊，林老师欸，干，我想杀了他欸，真的我想杀了他欸，他妈给我那个转掉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下一关 CD 二起手三重电击169/7，埃及开的路没按住嘞，你要思考这个问题，这很重要。埃及开的没按住怎么办？啊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他给掉两颗按，我当场我跪了我。下一关可以洗回来没错，我可以挨一下，但挨了一下我血就没了。我是赌一定，我已经是赌。下一回合啦，这回合我不想，我就带不走他，所以我会绿一波暗珠，再把它绿出来。我的1、2、3、4、5、6颗暗珠，林老师，我你搞转新珠，转新珠又不给我，够回复力变零，丁牛嘞，又那个，哇塞，哎、欸，关键关卡会那个哦，我觉得这设计过了，哎、欸。设计过了，按住！你看，三粒、四粒、五粒，这一波我觉得要弄一下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死啊你！你再死啊你！你让我看到一线曙光啊！你死定了！就怕了啊！转暗珠呢？哈！哦，你白汉在咧拄着这哈，这好小诶，真正。我汉在咧拄着这好小，我想一下。先炸再说，整本炸掉，看你给我几个按。
三颗夸了不？我来看，四颗了，四颗了，四颗了，曙光，哎，哎呦，看来不展现一线曙光是不行的喽。来来来来来，精辟的计算，等我一下。再来一次啊！49倍，147，36.75。一 combo 两 combo， 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。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五 combo 应该是五 combo， 至少五 combo。457万，457万。等一下，这是九颗的，哇靠杯啊！265万，不用看了。再算一次，这边已经没有三倍了哦。看一下，一组两组，一组两组，三组四组五组，五 combo 五三十五，十五颗按强化。等一下，我没算错，不是五抗靠背，一组两组三四组按强化，12。总共五 combo， 49跟12.25，381万，未贵呢，未贵呢，各位观众未贵呢，381万，它500多万，不用看的，不用看的。我只能尽全力了，来，不用看了，我只能尽全力全开了，不然他不会死。再一个，好，你加载。刚康博数转太低了，好像四康博哎，你跟他吃不到啦，秀气呢，秀气呢，三重电击，你要虐谁啊？再来一个，补一下，我不叫你死啊哈，我没叫他死啊，他死我就死定了。这边就是磨技能的一个好地方哈，对，当然技术也要好了，技术不好你磨不过去啊，对，
我不是属于技术不好的那个吗？干，那你还是要磨过去啊，没有人理你好不好？来一个，好悲啊！一定要玩得这么紧绷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好紧绷，他妈！看完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紧绷？我就自己就觉得超紧绷了。斜转 ，Oh my god， 这个刺激的这个。给我多点按，给我多点按。哦，超紧绷，超紧绷，哦，超紧绷的。我撞，这样我喜欢撞不行。哦，都好了，都好了，都好了，可以处理掉，可以处理掉。这一回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永锁技磨两侧成员，所以这一只跟这一只会被锁技哦。哎，要记得。问题刚刚好，你这个猪好像不太好消呢，平板性。靠你自己的手转啊，我无法帮你哦。漂亮！哎，按住多一点，按住多一点。738万哦，738万，我们大概估一下，738除以1.5。492万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光好远，对，很远啊！啊，想看奖杯？会少消一个电就给袭击了，有啊有啊，对啊，我少消。嗯，修杰哦，下一关不能洗，下一关要三回合内带走。等一下，修杰，这一关打死，下一关要爆发，下关也要爆发，我要连爆三关呢、欸。我先消一波好了，不消按住。我看一下叠珠可不可以叠到，可以，可以叠到。看我的叠珠啊。这个叠的有点远了、啊，那个火珠注意看哦，那个火珠，这个火珠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八康宝是完全没伤害的、哦，完全没有画面啊，不，完全没有伤害哦。一康宝，两康宝，三康宝，一康宝，两康宝，三康宝，四康宝，五康宝，六康宝。
一组按一组，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两组按四 combo， 一二三四，一 combo 两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 五 combo， 然后一组两组，一二，看一下，我知道你们知道这版面很好转，我知，我看得出来很好转，因为我都数到五 combo 就是好转，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三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颗，十一颗我好像按住只能做两 combo 而已。你有个卡号没有？111，哦，两 combo， 哇，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， 看好像只有五 combo 哎，然后。3.5×3.5×4是49倍，完全不开技能的状态底下是231万，外加好1.5倍哈，哦，我直接速算，为什么叫速算呢？对不对？你就是把213乘上1.5，319，只要再乘2倍，639可以，639万一波带走，我只要开这个中间这一就可以了。OK 啊，你的回合GG啊，靠，我的回合数好像不太够哎。我大概是六 combo 啦，哎，五 combo 五 combo， 因为我的按住会整串狗狗鬼狗哎，你知道？糟糕，我的回合数有点危险哦。好，多一康，漂亮。哎，还是五康哎。但是你还是要走啊 ！Get in, get in, get！ 哎、欸，沙、欸、小啊，靠背啊，魔啊，魔族弱化啊，干老师哎、欸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啊！没看到，看我竟然能撑住一下哈、哦，球大了我，多一点啊老大，感谢开沙袋没什么太大屁用啊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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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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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节目效果啊，这样看起来不是很爽吗？每次都看他更新，这样不是很爽吗？干你爽，我不爽啊！太刺激了。哦，靠背，他弄到我的暗珠。哎、欸，我要按住啊！哎、欸，下一关要攻击啊！看我的回合太紧绷了，我的回合太紧绷了，超紧绷，按光心转按墙，按光心转按墙。木转心墙有屁用啊！干没攻击猪哎，真是没攻击猪，是干 Q 圣血哇！657万，
combo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又要算了，又要算了。开计划，我很想开啊，要算好啊。这一波要爆发，下一波再爆发。最好下一波是光的啦，最好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啊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。哎，对啊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六 combo， 六 combo 吧，六 combo 两组按住看看。开一支沙弹，二乘三，294倍，然后其他是两倍吧。两倍嘛，哈，24.5，然后这个是乘四，乘两倍，98，是不是？24.5再是个4倍，98，没错。508万，508万，没贵呢。六康博没有过，要七康的意思就对了。哎，我本身的攻击力没算进去。等一下，我本身攻击力没算进去，508万，我先记下来。本身攻击力我算一下，这是追打的、啊，24.5，这是追打的、啊，508万加26.5万，加26.5万，加26万，561万，还是不会死，干，一定要七 combo 的丢啊要。黑白腐死欸，太考验我了吧。470，对啊，不是498，560万，七 combo 就可以了，不用看了，我就想要赌这一波了。入侵黑白腐蚀会有点小小危险哦，跟各位报告一下。大家有心理准备了吗？准备一波 GG 了吗？我才不要 GG 啊！等一下哦，因为我刚只有算六颗腐蚀而已，我刚只有算六颗，但事实上我场上有2、4、6、8颗哦，所以通关几率还蛮高的，哎、欸，还蛮高的，还蛮高的。看，不对、啊，黑白腐蚀，你确定吗？我、哦、靠！好好好，错贼出车，你老师哎！哦，刚好把自己猪切开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我都妥妥的，我都完全没有质疑。我刚把自己猪子切开，因为被黑白腐蚀骗了，被黑白腐蚀骗了。我、哦、干，猪有机器啊！秋打，猪有机器啊！秋打。敢遇到这只球大，暗光好像够哎、欸，16000哎、欸，不行，一定要开下去，我可能错了。
应该变省了哦，底下管管的这艺术的丢啊。妈呀，手会抖哎，又来了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？没有吧？那个暗珠没消到哦，再来，再给我一个，再给我一组按，一组按就好，一组，啊，再一 combo 也可以啦，一 combo 也可以啦，退而求其次有没有？哎，一组按，一组按，再一 combo， 一 combo， 一 combo 也可以，他妈什么都可以啊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什么都可以。哎，水火木光盾哦，是水火木光哦，我没记错啊。水火木光，所以不用按哦。少一数哈，扣28。我来算一下，18390乘0.2，加上4347，少一数被打8000多。水火木光盾。我就是故意缺光珠，怎么样？8025，一字不差，一字不差。有呢，因为我那个干掉，我都不要出技能了，一定要给他，一定要给他缺一束水火木光哈。缺火珠哈、啊！他打他，不要打他，麦克啊！你怕我妈妈？好，不要消水珠。我个人认为是不要消水珠，因为水珠现在是最缺的。你买刚刚缺暗珠哦，外生气哦。现在可以不消木珠哦。我干嘛砸珠就这呢？前面绿一波啊，前面砸珠就这啊，流光哦，流光哦。我再四回合就可以了，没有火，不用看了，就是消就对了，没有火了。我忽然看到一堆火，我想说给他一杯干麦瑞，没有木，我尽管消。这种没有珠的就尽管交了。水，干，怎么都砸珠啊？是不是可以打了、啊？感觉应该可以开锤了，应该可以锤，应该可以锤。回合数怕不够哦。火光，
木水。过来了！哦哦，有有有有有有那个甩珠又甩到了。要斜转，我干个搞背啊！不要考我的斜转啊！干这猪怎么错开那么久？怎么猪子可以错开错的那么远啊？一个水珠掉下来，漂亮的叠珠，这是天角。哎、欸，来、欸、来、欸，对，不要给我缺珠。缺木珠 ，C。有没有木珠天降一下？漂亮啊！漂亮 ，I like it，I like it。那六颗是什么珠？赶快看！那六颗是什么珠？双重而已，恭候双重而已，恭候双重问号而已。等一下哦，这很紧张了嘿。我要管那个什么珠干什么？我炸一波就好了。我管他什么珠干什么、啊？一波切的是开玩笑的哟，开案来 ！No！注意！单兵注意啊，单兵注意！各位一波切在刷了，我看到了。God damn！绝地逢生，我打炸，砰！暗珠怎么少啊？我林老师哎，干，别搞圣洗的地方。看到那一波气了，各位，谢谢你们。计较别当亏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两倍上。各位，就靠你们的一波七了，百姓没有别的了，就靠你们了。继续说啊！我需要你们的力量。再来！欧啦切哦，漂亮啊，爽啊，呜，碎啊碎啊，一波七就是这样啊，呜，漂亮漂亮，谢谢各位，哦。
我靠，干得好，各位，一波七，看到没有？一波七，左下角，讲错了。如果觉得影片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